你看到没有？在那个里面，有没有？你看那个白色的石头上面好像穿着蕾丝，有没有？那那个红色的那个出现一些那种铁锈形状的那个，就是它含有铁质，然后跟风化之后跟空气的氧，然后产生氧化。好，来这一段最漂亮的就在这一带，然后慢慢的，各位可以看一下南亚奇岩，这个是东北角，我觉得最精彩的就在这里哈，这一块之外，然后来各位可以看一下，等一下有个冰淇淋，旁边后面有没有两个像大冰淇淋出来的，有没有？嗯，在我们11点钟方向的位置，哦，有没有看到？有。在这里看哦，有没有？嗯，这个不断在上地理杂志就讲的这个这两只，嗯，有没有？嗯，好。这里很漂亮哦，我是说今天就水，你看在这边再看一下这一段，你看那个石头哈，那个石头上面的那个鱼贝类的那个哈，那个一层一层的感觉，其实别的地方都不太容易看得到，大概只有在这个区块可以看得到这种很奇特的一个景观。好，这里有一个比较近的，可以让各位看一下哈。可恶，被车子遮住了。好，这边再看一下，有没有？它没有凸出来那一块一块的哈。那个就是当初鱼贝类的一个化石。哎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再看一下，你看这里这一段是多么漂亮。海也漂亮，石头也漂亮哈。前面这个山势，这个漂亮吧？我说我们台湾真的一点都不会输给大陆哈。大陆的很多东西是大山大水啊，然后可是我真的觉得我们东北角这边的山势非常的漂亮，真的。快防霜。哎，我懂，这个是台湾的命运。对呀。现在台湾的命运这样子。对呀，那下雨下大。所以你看他们这边都要贴做那个防护网的原因在这里。鼻头，然后等一下可以看得到鼻头国小。